香菇，你一个人就可以了，真的好强哦。后车厢里满满都是食材，志工趁空档时间赶紧补货。后里联络处就在花博大爱馆旁边，地利之便，常常都会接到紧急任务。他就先打电话跟我说，中午有九位要来用餐，后来他又跟我赖一下说，连司机十位。快中午接到通知，有来自菲律宾的修女参观完大爱馆后，要到联络处用餐。后里相继志工马上接下任务，临时就是下午有水要过来，有没有？啊，我们就会都有备一些临时要用的，啊，就补菜啦，或是至少的时候也会炒个面呐。相继志工人数不多，但长期培养的默契，总能互相补位。大家一同完成啦，没有说谁比较安怎，拢叫大家做回做，啊，改完成。只要一通电话，我们马上都可以配合。即使是已经在吃饭了，没有饭了，没有菜了，我们还是可以简单的一个热热的那个汤面。这个蔬果腿，都是拿一整箱回来要储存。哦，很多哈。对对，这些都是备着方便用。冰箱里随时都有备用材料，加上大家的默契和巧思，后里这一群香吉师姐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变出丰富菜色，温暖你的胃。大爱新闻，张君阳、俊廷，台中报道。